你还是真的勇。没办法，我就是这性格，不忍隔夜仇。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，为师有更简单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直接闯进去。啊，闯进去，这和找死有什么区别？为师今日带你光明正大的覆灭乱世邪宗。不是，你等等，你这话是认真的吗？站住，什么人？自然是认真的。走，进去。忙，简直太忙了，和天庭之主那家伙一个性格，做事横行无忌。算了，最后就算拼着性命放大招，也要护白玉一命。毕竟他是我转世后对我最好的人了。这是我乱世邪宗第一次全宗出动，低调了这么久，是时候扬我乱世邪宗的威名了，让我邪宗响彻整个圣天域。宗主下令吧，我们早就想去外面大杀四方了。我都迫不及待去猎杀外面那些羔羊了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白玉，我必要踏上你的尸体。听本宗主号令，即刻出发海元城灭白玉门，捉拿北堂雪。不用去了，我们已经来了。谁在说话？我。北堂雪。白玉，乱世邪宗宗主，你不用去海元城，本掌门来找你了。找我？我看你是疯了吧，竟然来乱世邪宗自投罗网。今日本掌门为民除害，灭乱世邪宗。这小子在说啥呢？逗死我了。傻了吧唧的，净说没谱的话。一个垃圾而已，我但凡睁眼瞧你一下，都是对本宗主的侮辱。宗主，这只无耻之徒，我来扒了他的皮。一气升天。现在你的眼正了吗？你本身修为极低，却能使出这种和自身实力不匹配的招式，说明你身怀特殊机缘。不愧是高端战力，一眼就看出我的问题。不过在本宗主眼里，也就是强点的垃圾而已。小子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只有一个结果，那就是死。一起升天。小子，我看你气血虚空，这种拳法你还能使出第三拳吗？果然被他看得透透的，以后遇到这种高端战力还是要多加小心。我来上。北堂雪，助我。绝对灵动。动用武器，果然无法使出第三拳，黔驴技穷了吧？不过你那斧头倒是等级颇高。北堂雪，本宗主对你这副躯体也愈发满意，这种特殊体质正是本宗主所需要的。我因为修炼邪功，身体早已腐朽，北堂雪简直就是上天送给本宗主的礼物。师父，就是这样的节奏，让他们一个个来攻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诱使乱世邪宗宗主单独对我们出手，我就有机会使用必杀符了。明白。乱世邪宗的人都给我听好了，不是我看不起你们，而是在场的都是垃圾，你们一起上吧。沙外人，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？漂亮小丑，你成功把本宗主逗笑了，本宗主就亲自捏死你。白玉，宗主亲自出手，看你还怎么蹦跶。还好结果是好的，乱世邪宗宗主终于亲自动手了。师父，我来。李开福，这是宗主？可能宗主被秒杀了。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乱世邪宗宗主就这么气死了？如今乱世邪宗的弟子都太淡定了。
宗主早已进入无我之境，和整座宗门融为一体，躯体只是皮囊罢了。这两人现在肯定很绝望吧？能击溃本宗主的身体一次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这种顶级符箓，本宗主也是第一次见到，可惜被用掉了。失败了，师父，接下来我方大招拖住他们，你有多远跑多远。唉，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为师说过，今日是来灭乱世邪宗的，跑什么跑？可是，连必杀符都杀不掉乱世邪宗宗主。谁说必杀符杀不掉他？啥意思？闹够了，该结束了。是该结束了。接下来，乱世邪宗所有人都要死，一个不留。你哪来的底气说这种话？靠你手中的斧头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是把神器，本宗主一个唾沫也能淹死。宗主好风采，剐了这白玉。装的帅。快！什么？这是必杀符？你怎么还有必杀符？为师说过，必杀符绝对可以杀的，一张不行，就两张。不可饶恕！你们这两只蝼蚁竟然杀了我两次，本宗主要让你们必杀符，那就三张。仙祖，如果你真的有灵，救救我们江家吧。那邪灵出来了，一打羊毛脱裤而出，恐怕整个江南城都要生灵。真晦气，头顶挂着一副棺材，一会儿拆了你。江家后世子孙江城拜见仙祖。都死。好险，